成为什么运动员的？没有没有没有，纯运动太累了。Snowboarding used to only be for the elite in China, with just a few ski resorts scattered all over the country. But now, partly thanks to the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popularity has grown, as too have the number of ski fields across the country, especially in places like Beijing, where the winters are long and the mountains are many. I've come down to one ski field just outside the city of Beijing to find out more.你感觉如何？滑的时候往下冲破的时候特刺激。嗯，今天天气不太好，你不冷吗？不太冷。不太冷。那个山很高，你可以睡吗？我不可以。不会不会，什么可以睡？我是小破啊。我叫杨瑞涵，今年9岁半，我学滑雪有半年的时间了。有遇到困难，脱瓦了，直接瓦直接给撬开了。你遇到过就是现在学的最难的一个动作是？没遇到过。我听说你爸爸滑雪特别厉害，是吗？嗯。你觉得你爸爸滑雪帅吗？还行。我叫杨修浩，今年46岁。我接触滑雪呢，是从2002年，就是北京南山滑雪场开业。从那时候滑到今天啊，大概有10几年了吧。从刚开始滑雪小白，到后来发现雪场有些大神滑特别好，那就开始找教练，然后呢一次两次的，然后呢系统的学习。有一年度假吧，因为冬天养小孩想接触这项运动，为了锻炼身体，我们就去了这个吉林北大湖，后来在那儿带着孩子一起滑。他就带着我滑，他在前头滑，我在后头跟，摔得起来再跟着滑呗。不服呀，滑雪吧，本来摔跤是最正常不过的了，小孩摔摔也无所谓。那您心疼多少摔？哎，不心疼，这有什么心疼的？不怕摔，我就怕摔骨折了。你想成为什么运动员？没有没有没有，这运动太累了。目标就是持续滑雪，冬天持续把这运动坚持下去。作为一个这个冬季的一个运动啊，锻炼身体也有这个刺激性。随着这个现在的条件的提升，加上对于运动的追求，对吧，已经慢慢的普及了，所以滑雪到冬天，现在从雪场上看也很多人了，很多家庭带着孩子来滑。